爷爷说别发了，孩子，没有人会给农村人点赞的，叫我放弃，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累了一天了，再拍一个试试看，你们愿意给一个赞吗？谢谢大家。抖音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，让我知道一下。抖音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。抖音，只有一种人能翻到这个视频，那就是大富大贵之人。希望好运的你看完这个视频后，能给我留下一个小红心，再把这个骄傲点掉。最后我祝你往后余生被人所爱。抖音，爸妈说了叫我不要再发小视频了，没有人会为农村人点赞的，我不信。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，给我一个宝贵的双击支持一下好吗？谢谢。抖音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。抖音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抖音，有些人看完我的视频就离开了，有些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如果您愿意，请留下您宝贵的双击，谢谢了。抖音，爷爷说别发了，孩子，没有人会给农村人点赞的，叫我放弃，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累了一天了，再拍一个试试看，你们愿意给一个赞吗？谢谢大家。抖音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，让我知道一下，还是有人喜欢看。抖音，有的人看完我的视频没有点赞就离开了，而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如果您看到这个视频，给我一个宝贵的双击支持一下可以吗？抖音，爷爷说别发了，孩子，没有人会给农村人点赞的，叫我放弃，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累了一天了，再拍一个试试看，你们愿意给一个赞吗？谢谢大家。抖音，有些人看完我的视频不会点赞就离开了，而有些人还没看完就是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是对年轻。抖音，屏幕前的这个人，我必须祝福你全家祖祖辈辈八辈祖宗都发大财，正财横财全都来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的嘴巴开过光了，不信可以试一试啊。抖音，爷爷说别发了，孩子，没有人会给农村人点赞的，叫我放弃，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累了一天了，再拍一个试试看，你们愿意给一个赞吗？谢谢大家。
抖音。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。抖音。你在万达买一堆东西，王健林不会记得你。你在腾讯充一堆点券，马化腾也不会记得你。你在淘宝大肆购物，马云更不会记得你。但是如果你给我这个视频点赞，抖音。